大家好，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。首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骨传导，流行的一款数码产品，它很受年轻人和运动达人的喜欢，而且可以保持耳道的清洁，与传统的耳机长期使用相比，对耳朵的健康有比较大的帮助。那么我们骨传导耳机有哪些优点呢？首先它可以避免掺杂在空气中的噪声，也因此有很强的降噪能力，理论上它播出的音乐拥有更好的高频效果。那么环境音和耳机音分辨清晰，骨传导耳机使用骨传导，两种声音不在一个维度上，可以既听清楚音乐又可以听清楚环境的声音，感受比较奇妙。